金曲歌王林俊杰，不论是唱歌还是弹琴，都是实力派高手，时常会在社群上和大家分享生活大小事的他，近日无预警在社群上晒出小拇指弯曲变形的照片，让不少粉丝都相当担心他的伤况。对此，他除了晒出伤照外，也在社群上解释，其实我是为了拯救掉落的玻璃瓶，尾指肌腱受伤了，医师指示接下来6周必须带着辅助器，让肌腱归位，所幸筋骨无恙，希望6周以后肌腱能够顺利复原，更喊话希望粉丝们不要担心，这也让不少人在留言区写下早日康复，喊话偶像要照顾好自己，注意安全。该则贴文也吸引了数千位网友前来关心呢。Bye.